开关将放有铝箔垫片的瓶盖，分别旋紧在瓶口上。注意，放铝箔垫片的时候，铝箔是朝着瓶口的方向。 封口时间大概为1秒即可，注意封口筒尽量对准在瓶盖的中央。过上1到2秒钟，即可打开瓶盖，查看封口的效果。封口效果非常漂亮，也很严实。